台东达仁乡海边的蓝田蕉，永过是真侪人捡起买，是因为真出名。不过自从2015年这县政府公告这禁止捡起买了后，情形就改善。不过也是有真侪游客是讲袂听，想要偷捡。即马县政府就徛一支牌啊，提醒民众，若准偷捡会甲你罚到破产，是因为上当会当罚到500万。在台东县上南边蓝田海岸，有一种古长年和海鹰性格变异的石头，是一种硬砂岩。石头顶端有白线，而且这些白线真特别，画的亲像动物，画亲像数字。早期有人家叫做多案石，后来以伊出产的所在号名叫做蓝田石。早期真侪收藏家真喜欢，一挂人拢会来捡，价钱也不只悬。啊，不过这种石头是当地蓝田村民的建材。在硬砂岩里面的图像的白色的部分，然后有一些像很空白的，像什么夜南飞啦，完全独一无二的这些玩家来了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蓝田石有世上的一个宝贝。在2015年，台东县政府公告禁采蓝田石了后，都无人来这捡石头。不过最近可能观光的人较侪，台东县政府甲达仁乡公所特别徛石头行九万一粒就破产的告示牌，提醒民众甲游客，唔通想讲干捡一粒无要紧，那会以偷石采处罚，重罚100万以上、500万以下，也有可能因为无经过地主的同意就捡石头，变作窃盗。啊，现在因为政府的规定啊，就。没有人在捡，听说捡一颗会罚很多钱。那地主的部分，如果土地是私有，可能要私有地主同意；那国有可能要国产局同意，用这样的程序才可以免除那个土石采取的一些相关的刑责。县政府讲，南田海岸3公里长，已经协调警方甲花村队巡逻处理。不过，东海岸原来有真钢的石头，依照土石采处法嘛未使捡。不过，学术研究也是基本创作的需求，就会当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，得到同意就会当照量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